我还在更新。啊啊！是，我怎么知道他旧的档案就这样不见了？因为他是做新版，他会不见。对，他把我旧的删掉了，我什么办法？你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不要咬，不要。哎，我至少更新比你快，然后25了。好诶。他还嘲讽你，好耶！他嘲讽你，嘲讽你，超过他，超过他，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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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去死去死，把老师先拔了，快，拔了直接归零，没关系，不是我归零就好。好爽哦！那个奖池已经是三个钻，两个钻石钻嘞，哇！那三个礼拜没有人抽，对啊，不啊，哇哦！先带钱在身上，怕酱油去抢。酱油，酱油还没上线呢、啊，酱油还没上线。对啊，酱油还在更新呢、啊，还在更新呢、啊。我要好了啦。你为什么要好了？我怎么卡在那里啊？超车了，他超车了。可以不要超车吗？爽啦！哇，你好像是很爽，很会弹哦，很弹哦，很爽哦，好爽哦。哎呦，你又来了！你上次是一直知道射箭，哎呦呀，知道射出来，哎呦，哎呦，嗯，哎呦，站在前面第一排的很危险哦，对吧、啊？老师的口水有没有？啊，不然不然，托你没事啊，跳起来干嘛？吓死我了，吓到爆了，要死啊！吓到人去啊！校长麦安妮啦，好坏哦，校长，你这边冲啥回？有他就笑太爽了吧？因为猫逗乐了，笑到猫的反应好笑，他被猫逗乐，跳抽他一下。不好意思，阿旺。哎，阿旺，你在上面，可恶，我输了。我已经进来了，你干嘛？你想怎样？那我本来想要说不好意思，我失忆了。按 tap， 人家是坐在椅子上啊，那我都坐在椅子上了，你想什么？输了。好了，今天没什么，没有什么重要，就直接先自由活动了啦。啊，迟到点自由活动了。好，哎，乐透喽！抢乐透！你干嘛呀？抢人家号码哦！哎，还没重置，还没更新。啊，还没更新，还没更新。回家拿钻石。哎，以后下线前真的要准备30颗在身上。不用啊，你上线再用就好了。快抢，快点！那个巫婆要来抢了，抢起来，抢！那个巫婆要来抢了，快跑！你快点，巫婆来！谁是巫婆？谁是巫婆？嗯，杰克。杰克，攻杀回！我确实好好讲话哦。啊，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你要听听看，杰克是刚起床，他有起床气哦，你小心一点。我刚刚我以为你要说杰克是乞丐，吓我一跳。乞丐是我，好吗？哇，那你真的是很过分耶！哦，酱油。抱歉，我听听看我在说什么。好，你再听一下。十四号是谁的？我要去想一下你在说什么。十四号，团团生日吧？隐约，隐约15，团团生日。对，团团生日，我生日也是十四号。对，我生日不是十四号，要再加13。也不是十四号，要再加13。你再加14，我就勉强接受。再加14，但这叫13太过分了。那那就14+14=1。你到底在算什么？算什么？你赶快把副本打一打，等下就可以没到处晃了。哎，我要来钓鱼。为什么？为什么钓鱼怎么样？因为我要钓卷。哦，哎，啊，更多的卷，又有副本了，又生在旁边了，在那个雕像头的雕像山的上面，我正在打，正在打，那是我正在打的，哦，正在打，看来校长已经放弃了，放弃了，真的放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弃了，打一打再清掉，有没有？打一打再清掉就好了。哎，对啊，他打一打会，哦，就是箱子空了，他就会不见。目前还没设计。哦哦，好，就是到时候再清掉就好了。那，哎，请问你往中介的那条路是在谁的家下面？小雨那边。哦哦，嗯，哦，往地洞那边吧。对，我是在地洞啊。
那个啊，进地狱门的时候，旁边不是有个往下的楼梯？嘿，对。对，你看那旁边有一个岔出去的一个路。好，我再找找。阿基，我可以去蹭吗？可以。啊，你是蹭怪物，不要蹭我哎、欸。我会把你蹭到麻痹哦，蹭到你吗？旁边，没有没有，蹭到破皮。靠，总是在这里。蹭到破皮，哎呦呀！对啊，要修啊！好好好，阿基，看这个，看这个。哦，你这个好屌哦！这是版本答案啊。对，这版本。一代版本一代神。哇，一代版本一代神啊！那看有没有装备可以拿去合成。你想想看，那把剑曾经把吉祥物吸到副本里面去。你看吉祥物主人今天都还没来。对啊，他被吸走了。他被吸走了。完成。敌退是不是很牙给啊？不会啊，敌退、啊、不会啊，对啊，不会啊，要看吧，看状况蛮好用的。嗯，对，看状况。我觉得打副本那个蛮好用的。全部把它推到角落一起看就好。嗯，击退再加吸引，多棒！边击退，哎、欸，对，击退加吸引怎样？飞出去再吸回来、啊。我那时候是好像是吸不回来的，那时候是吸不回来。对，我以为是吸在一起，再整坨推出去。哦，整坨推出去了。不然就是先推出去，然后再吸回来。听起来蛮猛的。你像那个以前那个玩具，就是那个。桌球拍上面，然后绑一颗球，有没有？然后上面在弹，弹出去再回来。对、啊，桌球版监狱。哎、欸，对对对对，还记得有火把吗？我没有火把，我没带身上。哇，那我回去拿个，还是你要拿楼下的？你说环保吗？家里有高腰。高腰出事了！老鹰不会飞的。不是没有带鞘翅，是我刚换装了。我刚不对，这个降落速度不对，好像开不了翅膀。完了，完了，翅膀粘住了。是了，阿北。没有，这样回家比较快、啊，回家比较快、啊。嗯，一块钱回家。没事，你那靠外出来的时候已经一块钱回对。原来你是想快速回家、啊，早点讲嘛。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很快吧？大家要学啊，学一下。哦，先不要，先把鞘翅收起来，穿着自己的装备跳下去，很快哦。只要一颗钻石就可以快速回家哦。没事啊，啊，就有 TP 咯。好。哎呀，要回家今天可以 TP 我、啊，反正我应该会在这边吊很久。那、啊、你为什么要一直要卷？要冲什么装？啊、因为我有弄到一个四条攻击的头啊，可是它只有保护五啊。哦，我刚刚以为是因为你今天心情太差，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做。对，我想说，我想来关心一下你。对啊，有啦。如果我今天都钓不到的话，可能我就会心情不太好。好惨、欸，可是这像那我今天就随意啊，没错啊，我今天就随意啊。不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真的，我要放下所有事情。可是就一直什么都不想做，感觉又就更不爽。嗯，都不要吃，不要吃饭，感觉浪费一天。对呀、啊，都不要吃饭。我以前会觉得浪费，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不行，我就是要耍废，我就是要废到就是废到我爽，对，废到我爽，然后接下来我才有心情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居然很有道理，被说服了，是不是？阿纪，你刚是不是吸了很多颗石头？啊什么什么石头什么？没有啊、我刚才好像看到很多潜能石还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分一下啦，分一下啦。好扯哦，好猪吞。可是我不知道有些是不是你原本的哎、欸？为什么你会？为什么你会知道啊？为什么你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啊？我会看到、啊，它会跳出来哦。可是刚那一头为什么会有一次会有六颗？真的假的？六颗？好缺哦。我的剑士啊，幸运会影响石头？不会啊，应该不会啊。你问我就知道啦，不会啊。拉下来的关系会吗？会这样吗？我不知道，你怎么？因为之前繁星之前不是跟我打的时候，我不是吸下，好像也有特别多的感觉、嗯。那是你打，可是我没有打、啊，对吧、啊？刚刚都是我打没错啊。对啊，那就不是啦。偷偷
地啦。你要啥？我青菜提，我剩下给你哈。青菜提，然后你提完了吗？哦、oh, 欸，提完了。哦、oh, ，提完了。提完。你提料。爱提完。提料。提完了对不对？提料。哦。提完了。提完了是啥咪？你们有玩那个台语要听听吗？啊，我有玩。我没有。其实我是有他测试版，我去玩一下而已。蛮好玩，你听，你看得懂哦。台语啊。念得出来吗？他有字幕啊。他有字幕啊。我用那个什么、啊，不是一般字幕，看都看不懂，在公三回。你说那个台语字幕啊，那个真的是有一点难，但是他可以切啊。对啊。哇，安德那个蛮有趣的、嗯。对，他其实我觉得他整理桌做的蛮不错的。嗯。而且好像是是玩游戏学台语。对，玩游戏学台语、嗯、跟大家说台语。剧情结局有不一样的玩法。哦，他就不是他不是单一，他不是单一而已、哦。对 对, 對。我听说两个还是四个结局。其实我就不知道啊，不无营生。我无法度算计个结局，无这个话想无用咯。有侪物件要算啊，有侪物件要算咯。为什么要讲台语？我们很不知啦。因为讲到台语的，讲到聊天的，聊讲台语。我爱证明我的台语。台语哦，台语是台语，台语，语语语语，不行哎，没有没一个对的，语语语语，哇，你知道是，要是被长辈听到，你应该就直接送你下去。嗯、吃台湾米说外国话，那个阿妈听一听就，啊没关系啦，你可以说中文啦。嗯、妹妹，你是台湾人吗？欸、不是、欸，我真的有在计程车遇过、欸，就是哦，恁家少年人都不要讲台语哦，哦，真正是哦，这种的。对啊，不是都喜欢说什么假台湾币讲外国话？嘿、欸，对啊，都这样子啊。如果是计程车伯伯跟我用台语，我就用台语回他、欸。我也是啊，台语就没有很。就是没有那么溜，可以跟他这样一直讲。Oh, 我还可以正常，嗯、正常应答、嗯，就被他抢了一波。你还没抢？被抢，好可怜哦。好可怜哦。没办法，没办法，我不讲台语被抢一波。哇，那你就跟他说话 ，You fucking talking about？ 、欸、可是现在计程车英文都很强哎、欸，你小心一点哎、欸。那我就用西班牙人干掉他。哇，是不是干掉他？我讲一个人脏话，我还是知道的。就讲一个他觉得听不懂的。啊，这你在说什么？哦，我在说你好啦，安安。对对对。哇塞，他到时候遇到西班牙人，就是西班牙语系，他这样子跟人家问好怎么办？我想。他说我在另一个乘客那边学到那个怎么讲啦。啊。别干掉一句脏话的。你就会在头条看到他。乱交。好爽啊！这样就会有别人给他复评，我觉得可以，就间接给他复评。哇塞，哇塞，好爽、啊！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啦，这计程车司机看到我直接臭了我一句脏话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啦。应该是无识塞啦，应该是无识塞啦，鬼讲鬼讲诶。移动速度也加太多了吧？哇！你要走那一格会走很久、哦。凡心有找到那个路吗？什么路啊？我已经拿完了。然后我刚刚讲哇，答案的狂掉装备、欸可以。可以。真的假的？我要去刷了。真的真的。有想过的会可能发生的事。对啊，但是就是可能会被珍珠里面吸走还是什么？哦、oh, ，It's okay, It's okay。那就把那个先关起来，不要让它喷掉就。我想要把旁边扔垃，放个垃圾桶。反正在那边吗？你猜啊。我猜在。你猜猜看啊！对，我上次忘了修那个了。你要修什么？修什么？就是合成的出来的装备，好像卷轴的那个属性好像没有上去的样子。
哦，你猜对咯，我在地狱。哎、欸，哇哦，不是要打安德，不是安德他，没有啦，没有啦，不是啊，对对对，我要去继续弄幽影。卷轴属性没有上去，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有附魔嘛，然后还有潜能嘛，还有身上一些属性、嗯。那还有一个是他的卷轴强化次数，那个好像不会继承过去。那就等于、不是有吗？哎、欸，你看的数字有，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属性是没有的、哦、是假的，是不是？对，哦，骗你的。所以上次有用完的要再确认一次。哎、欸，那就派去啊。哦。哦哦哦应该说，如果你上面十次就还是十次，但如果你是零次的，那冲装的那个加级的那个，就是说，就上次就是说不要加，哦、不要用，对，因为可能会继承不上去。那小雨是不是有一把刀？是不是就废了？我不是帽子啊，刀是没有。哦，我好像有一把刀有这样用，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把。我的继承是十啊，然后我是用那个十再去冲出，应该没十吧？我满不在。你在，多写少一点而已，还好。你合成完，尽量都合成完再去冲卷的。好、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什么、想说卷冲失败了，想把次数洗掉，结果现在它不行了。次数洗掉，次数好像变可以洗掉，就是我是说，如果原本有冲过的会不见。应该说两个都是冲过的啦，它显示出来算有冲过，可是是没有这样。哦，是这个意思吧？它应该会继承左边那件的次数过去，但是它不会有它的冲过的效果上去。啊？哦、啊？那可以让它重置吗？还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如果右边是十，左边已经冲过十张了，左边没有任何没有冲过，所以还是会继承左边的。嗯，了解。对，那有听懂吗？哦，我现在脑袋里大概是一个星团跟两个星团在打架。他进你这个是不是 debug 的那个没有关掉啊 ？debug 的那个，那没有，这是故意打开来的啦。哦，上次让我们看的啦。对，因为有些装备有潜。隐藏属性，假的属性，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你看那个查看属性滑鼠移上去，你会看到那个会有一些看得懂没看得懂，看不懂就算了，给看得懂看的那样子。对对对对，加成跑速，把这弄好，忘了弄。烧加成。那先请问我这个走回头路就好了吗？还是什么回头路？什么回头路？就刚那个，你不是叫我走冰块什么的？对，一直走就对啊，走到底啊。大概要走两分钟吧。坐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直接冲过去了、啊。哦哦哦哦，有船哦。嗯。这里在维修啦，这之后要把它转成，因为它有个闪电 N 的样子，我把它改成一个 L。哦，没事啊，我跑很快，可是可能比船还慢吧。哎、欸，这怎么有一个三趴、啊？这是谁的？不知道，今天还没有、还有人冲装吗？我三趴，你说那个耶加持吗？好的，水位，对啊，水位啊，我想说这个水位怎么只有一个三、啊，怎么有一个？是不是上次？哎、欸，不对啊，最后是谁啊？冲过，最后是谁？哎、欸，对啊，我过了。你上次冲，你是冲修补还是什么？哦，对 对，修补。那我冲修补啊，最后过了就没有再冲了。对啊，那个就不知道是谁的。不知道，我看到这里面有三趴，我看一下。我怎么进地狱门只有两秒钟而已，好恐怖哦！两秒，对，你变快了。我已经有进地狱的资格了。我把这个弄掉，这是什么？听起来有点不妙。哦，好爽！对，地狱有我的家。东界塔是一样位置吗？对。好，你就看它会有水流跳下去。啊，记得。有啦有啦，跳刺吧。那我要把职位弄掉了。可以啊，既然没有人。用吧用吧，提醒他。然后结果等下是熊猫团团。我下期有三趴。哎呀，我上次的三趴嘞？咦？我下期那不是我的吗？
他不会记得吧？不管的，我用掉的。他我觉得他不会记得。可是刚刚观众说，哈哈哈哈哈。那可是会不会记得就不好说了。观众记错了啦。没有。哎呀，哎呀，记错了啦。难免会记错嘛，记观众记这么多事情，难免会有错的时候嘛。对呀、啊，有点低了。那个通往中介的路在维修啊。嗯，好。好、嗯。这时候如果你去搭友谊的小船，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友谊小船，友谊小船，友谊的小船，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怎么真的个护甲？没有、啊，我是在这边。我刚刚想说我又做了傻事，还好没有。怎么？我刚刚想说我拿吸取剑去打他，我想说好像突然没有怪了，我 是把中介蛮吸下来了，应该不会吧？然后看一下， yeah. 哦，没事，没有吸这么远吧？是没有吸那么远了，我以为是就之前的，就是在上面一点点而已。哦、oh.。哦，觉得自己装备很多，但好像，你以为？好像是对，好像是我以为，嗯、很多都清掉了。对，实际上并没有。这条路这么远哦？问你喽，问你喽。完了，我被咬要洗啊！快没食物了。哦，对，我去那边吃了十个肉吧。哇哦！啊，这是加生命，生命100%，生命也不错啊。你变血牛哎！我现在这一把剑是三条攻击，一个生命，一个护甲。然后刚刚洗呢，洗下去三个100%。哦，哇哦，哇，它是一个生命，两个攻击，100%。这让我有点犹豫。可以的，可以啊。犹豫游戏。他自己那个安德是可以练杀怪的，是正常的吗？可以啊。可以啊。哦，好。他说哇，这边练好快啊。好酥腰，没问题的。上火雀，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唯一比较不好，不要去这样做，就是不要开按键精灵挂在那里，那只哦，对，了解，嗯，啊，对，不是啊，他开按键精灵，他也只有两个小时可以刷，对了，够了啊。然后说杀怪等级，你走20级等的，不对耶，不对耶，不对，哪里错了？不对耶，或者是用那种什么，就是自动拉杆的那种模组钓鱼什么的那种，有像这些什么 auto fish 之类的，哦、对、哦，有这种东西，有啊，那时候阿杰伺服器重考在用，阿杰伺服器每人都在用，啊，好狠。搞得像标配一样。对啊，开局送阿尔宙斯，是不会到影响平衡太多了，所以也没有到那时候，就是说太那个，坚持太多，嗯，不太好，尽量不要啦。我怎么上不去？要上去地狱啊！的话，我可能就。把自己眼睛戳瞎一只，另一只眼睛来看着你这样子，嗯，戳一块，好恐，好吓人啊，好恐怖哦，蛮吓人的。你是鬼娃恰吉吗？那我要去审问柯文哲哦。哦。你说谁恰吉？我没有，我没有啊，很多人说柯文哲没事啊。你说谁恰吉？我什么都没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铺完这个，就一天过了，寿命就少一半了。哎呦，在冲装哦，冲个冲！我要冲，我要飞啦！
好，太棒了，过一而已啊，太棒了吧！哇，欸、你说过一，我才看到我的裤子也是只有生命值加三呢。别杀我的攻击敲碎差不多了。然后加三，是要哭的。我要重置它喽。重置的啦。重置。可是这样子，你什么风力杀毁的？不是，我还没充啊。哦哦哦哦，了解。风力那个我还没充，那个我都是留到最后，因为要花真正的钻石的那个留最后。哎呦！哎呦！啊，有一只绿绿的叶妹。打不到。这样子，我另外一把吗？二次回响。原来吸取是连物品都吸了，啊对，通通都吸呀、啊。哦，这里有把发射键，包含就是，我说盔甲架不会吸以外吧，盔甲架不会吸，还有什么不会吸？嗯，经验值好像我忘记会不会了，也是挺酷的。嗯、我来打一箱装备好了、这个啊。当初是玩那个什么麦克地层哦。它不是也是一个吸的引力啊，有一个引力啊，从这边来的。嗯，更新之后就再也没玩过了。那后面更新到中介啦。嗯，它是就只能一张图而已吗？还是怎样？中介吗？对啊，应该不算一张图，它有王，它有 boss， 而且听说也很机车。哦。没有攻击卷了，攻击卷都用完了。对耶，哥来过哎、欸！啊靠！对不起，没事。我好像有哎、欸，你有吗？我可以给你拿个三十张吗？哇，三十张哦！只看到训练点吗？三十张就好了，三十张很燃，因为我觉得我还会继续用到它，因为我这个已经充好失败好几次了，就是充三次是不是？先多拿一点。三十，你要三十还是七十？三十的，三十的。他当然是充三十。三十的，我只有二十一张。那可以跟你收吗？给你、啊，给哦。哦，哇！哇啊、反正他一天到晚在送强绿的。真的，真的，对啊。因为他想要看本日笑话、啊。他出送欢乐，他很好欢乐。散播欢乐，散播爱。哇，那如果阿旺你给我的话，我也会有欢乐哎、欸。只有你欢乐、啊，你只有自己欢乐、欸，只有你自己欢乐。你等下会少一些哦，我要去中介挖哥来国。挖哥来国？对。啊哦、因为我上我珍珠人不上去，我想说吃哥来国上去算了。还行，加四还行，耶！我加四不错、啊，加四十二哎，十二都不错啦。还行还行，这把还行。现在是要冲什么属性？好了好了，现在冲什么耐久？哦，耐久先把它弄。哎呀，不要再咬啦！下来，你下来！冲个装，一直咬，一直咬。就下来，真的、啊，哦，不错哎，掉一件裤子，掉一件钻石裤子，哎呀，赚，太棒啦，赚了赚了，哇，瞬间没怪了，对你等我一下，因为这边跟那边资源是共享的，嗯，接下来，哎呦。啊，对，先把它生成那个好。小雨 TP， 嗯，我再买 TP 过来。哈哈哈。踢错边。谢谢。哇，夜视效果也太赞了吧！嗯，赞啊！打一打就有章鱼小丸子可以吃。对。超棒！世界影片明亮。两个夜视不一样吧？夜视非比夜视。哦不，蓝兵差一点点哦。
不够吗？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剩。我那边好像有一大堆。那时候随机日的时候，我那边一堆。哎、欸，你怎么没有还给音乐啊？我就先留着好，没有，我就站在漏斗上，然后站着。哦，我等下拿给你。没事啊，最后还是回归到那个地板上。嗯。好。对，我不在家。我在家了。耶，这个在家。我是放在家里啦，我加进去最右下角那个箱子。我看我家里没有，我记得好像有一点点。十颗星，好。而且月，你知道其实，他们说，这种通道的话，有更另一种冰块会更快。你说蓝冰吗？还是？对。可是蓝冰，蓝冰要九个冰砖变一个呢，很难弄哦。对啊，更累啊，更累。对啊，等于我要挖九倍的量才能把它铺完呢、欸。对啊。嗯。也是。也是。也是啦，也是啦。没有，他是跟你说 yes 啊，对。yes 啦 ，yes 啦 ，yes 啦。yes 去九倍吧。yes 九倍。yes 音乐答对，加十分。yes 音乐加十分。看不到我，校长帮你加分呢、欸。你看不到我。那请问加分可以干嘛呢？哦，不能干嘛？好看。哦，大成功！大成功！哇！哦，钻烂，钻烂！还好没防爆，还好防爆。我在爬音架，你又一炸掉最下面的音架。哦，还好我没事。好危险哦！好嗨哦！再大成功一次，可恶！哎呀，有人要来中介吗？没有的话，我回去喽。没回吧？好，那我回去了。加八。现在是加八。打怪了。好。我打怪13等了。哇、哦，好猛！太无情、欸。你要把珍珠清好，你刚刚都没有丢准哦。我刚刚捡到很多颗哦。我想要丢外面，不然他会一起把装备一起扔掉。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在路，我就是在路上捡到很多颗。哦，对，直接填满我。我只是想过去拿个，嗯、欸。哦，回来又捡了两件钻石装。好狠，好狠！哎，回来看是好的。好爽哦！哇，团团也很狠。团团回来了。嗯。去玩总。是老板回来了。老板，老板，搬回。为什么？我重申一下。我又打到一个老棒生珠。哎呦、哦、哎呦，那个不是很难打到吗？为什么你可以又打到？ 啊不是啊，我刚在晚上打十二只湮灭吧。啊，十二只也打到也是很厉害呢。他爆了，幸运啊！啊啊啊最后一个81，强绿的，强绿的爆了，算了。哇啊！我们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做。我已经没有基底可以做了，去打吧。打怪吗？哎、欸，我刚打到一把玉髓剑。哦，哎、先强化了、啊。去鉴定一下。可是他没有特殊属性啊，没有啊，就是一般的。啊、对，然后可以做一件事情吗？因为你是要练、啊，你可以飞我一下吗？我要做那个剑士的，剑士的，对。我可以怎样？你可以 TP 我一下，又记个点。啊、我刚刚重登血量全部又没了。嗯，哦，今天是很不稳，是不是啊？哦，没有，没有、啊，没有，没事。哎，不然为什么他还说看不到血什么鬼的？没有，因为我刚重登啦，血量会重置啊，哦、回到最后面一排，是只有一百。对，因为 我在地狱，哎、欸，那我这样录好多了。哎、欸，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晚回来吗？谢谢。今天去跟家人看电影，然后吃饭，然后吃饭有点延迟。哦，哎、欸。
我今天他们我真的很意外，他们居然就是我们这种全家人就是这种类型，他们居然敲了恶灵古堡。恶灵古堡，那真的是蛮意外的。哇，很下饭哎、欸！好意外、欸。哇，很下饭、哦。重点是我是坐下来，就是电影院，然后看的时候去看。拉昆士哈，恶灵古堡，也太晚才发现了吧？都是坐进去才知道哎、欸。他们就说、哦、星期一要看电影啊，我说哦好好，然后呢他们也没跟我讲说是要看什么，然后就只有跟我讲时间，我说哦好哦，然后我想说嗯，他们应该会选就是然后那种不是这种类型温馨家家类的，他都可以看的，很温馨啊，这种感觉很温馨吗？很温暖啊。对啊，哎、欸，可是大家一起对抗那些东西。可是我其实很失望、欸，啊，不好看，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就是不是啦，就是怎么讲，他哎、欸，就是很，我觉得有很多个特那个场景，感觉就很像那种你知道，嗯，虽然在讲，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坏，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会觉得有点 B 级恐怖片那种感觉。B 级恐怖片，B 级恐怖片，就是很感不好这样，就是很喜欢，就是画面全黑，然后啦啦啦啦，然后突然闪一下白光，再闪一下白光，然后一直疯狂闪的那种。哦、oh. ，眼睛受到伤害。对，我真的觉得我感觉我没癫痫都快癫痫发作了。吓人的镜头，难看。对，没错。其实就是它恐怖的地方啦。嗯，然后是旁边的座位的那个看一起看的人会癫痫起来。那这个蛮恐怖的，挺恐怖的，真的，惊惊死哦！不敢去电影院看电影了，没有办法预期的 jump scare， 被隔壁吓到。你以为、欸？可是我觉得我应该真的有不小心吓到隔壁的吧 ？Maybe， 因为呢，因为你知道他就是 B 级恐，就不是有一些 B 级恐怖的地方就很喜欢用什么，很喜欢用音效吓人，然后呢他就会很大声，然后我就跳起来一下。你是后面的被吓到？你是踹到前面的人吗？没有啊，没有，我是整个就是椅子上下抖了一下，然后那个就刚好有震到这样。那你有没有踹到前面那椅子啊？没有踹到啊，好险是没有吓到，然后整个站起来往前踢。哇，你看那个力道，吓到了吧？很恐怖呢，然后到后面基本上都无感。好，反正。都已经大概知道他什么时候下的，就难过，对吧？可是如果你们是恶灵古堡迷，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我自己是不是啦？然后去看了，我就好吧。我自己是不是啦？好吧，很悲。很好奇，他游戏跟电影的剧情是一样的吗？他有点类似前传，他就是在讲拉昆是从。就是刚开始到最后变僵尸的原因，被感染。对对对对对，他就交代这样。哦，对呀、啊。哇，路上的垃圾是宝哎、欸！路上垃圾是宝，自拍攻击力哎、欸，好鬼啊、喔！哇，你在哪里捡到的啊？好爽、喔！我在中介捡的，大家快去捡！好扯啊、喔！中介捡的哦，你要打安德啊，打安德掉的。好爽啊、喔！可以拿去做基底耶、欸。对啊，拿去做基金。他是锄头啊，他锄头就拿放副手就可以了。拿去做基金，对啊，拿去。好笑。哎，我已经不记得最后是跟家人一起看电影是什么时候了。哦，真的假的？因为我们家就我也不知道我爸妈的喜好，因为我也很久就没有待长时间待在花莲，所以没什么机会。你知道我们这最近就是有。比较频繁两次跟家人去看电影很好笑，原因是第一次是想妹妹有抽到易放券、oh. 然后就想说弄掉就揪一揪一起去看，然后呢结果呢第一次都看完了之后，那时候看永恒族，然后看完了之后呢、oh. 才发现哪尼那个时候易放券还不能用，花了自己的钱去看了，没有错，所以呢这一次呢就真的是用易放券了，就真的是用易放券，超好笑。啊，上次跟我弟弟去看电影已经是超久以前了，那时候去看《自杀突击队》，好久哦，超久的。哦，他们有人也有看，他们有人去看《恶灵古堡》，然后他们在说克里斯很帅。哈哈哈哈哈！拜托，这个也是看电影的乐趣之一，好不好？不是，可是我跟你讲，就是那里面的角色就是。
好像真的克里斯真的是比较，我自己是也觉得比较好看、啊。其他的有这么糟吗？也 有另一个男生好像也行，然后呢，吉尔就跟我想象中落差有点大。啊，那我要偷查一下他的海报看看。对，可以偷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对。哦，叫恶灵古堡是吗？他好像就拉昆士啊，拉昆士对。哦，看一下。来看一下。赶快看一下海报。我那时候看到那個，我去看刀剑啊，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广告了。你说预告吗？对啊，说什么？什么？那间公司叫什么？什么什么伞？保护伞。保护伞。保护伞。小保护伞。小后伞。他是小后伞啊。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都会把保护伞跟那个小红伞跟那个，对吧、啊？对，真的是会把它搞混，就是那防毒人员搞混。我以为是三只雨伞飘，红色小雨伞没错，是一样的，就是红色小雨伞。对啊，真的，哎，哎呦呀，哎，我看海报觉得还好，嗯。哎咻。好我就觉得你很久没看了吗？你不是很久没去电影院看？有干爹约过你吗？啊，对，有干爹，对对对对对。你怎么这样子？哦、我都记得比你清楚哎、欸。干爹帮他哭出来了。啊，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干爹很久没再揪了啦，再揪一次，再揪一次。哦，原来是这样。如隔三秋啦。哎呀，笑死。哭了。有啦，有克雷尔也有吉尔啦，我记得有吉尔啊，有个女的，我记得有啦，还是难不成我已经对她已经失望到我名字都记错吗？完了，根本就不记得她的名字，才刚看而已，马上忘记了，那真的完了，那真的很令人失望啊，没有，那真的很没有记忆点呢，我记得有吧。这有吗？有啦，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呢。哎呦，有没有来跟我一起刷绿宝石啊？什么刷绿宝石？刷绿宝石？什么刷绿宝石？就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人叫什么？忘记了。什么人？就是拿斧头的那个，然后灰灰脸的那个。嗯。不是你说突袭哦？今天是你就掠夺者。我跟你讲，今天是我等一下等这个忙完，我要拍给你们看一个照片。哦，真的是太神了，因为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观众有拿就是欧米亚给送到店里说要转交。哦，我看到有个东西真的是很赞，我等一下 po 给你们。哎，好，但是我要先解决这三个红色斧头吗？没错。哇！哎呦，他会跳舞吗？他不会跳舞，他不是跳舞是那个，那个，那个会扭的吗？那个会跳舞的太强了。今年最强，味道是，今年最强。嗯，强档巨献是啊，真的是强档巨献。嗯，我死掉了，我好废。为什么在打味道士啊？你在为什么那里有？你是在补底哦？塔里就是真味道士啊，哦，塔哦，塔、哦、里面的，就说打副本就好了嘛。讲一下，对啊。我有没有来帮？我有没有来？没有，你刚刚讲你只说刷绿宝石啊？对，意思不一样。绿宝石，他刚有试图形容啊，被带去红色斧头了。啊！我是麦哥星啦！快快！一路好走，我不行。阿爸，祝你阿爸。我说巴拉巴拉巴巴。哎呀，你不是传我？我跟你讲，我在演讲里面。好坏啊！所以我没传你。好，我要来拍，我要来传照片到第四天。好。哇！你慢慢传。哎，你能讲到？讲到电影，我那天回花莲，然后我就是在聊天，然后我妈突然跟我说，她觉得奇异博士蛮好看的，让我很意外。奇异博士，然后我就哈，奇异博士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啦。对，但是我是没有想过从我妈嘴里讲出这句话。意外，对啊，我本以为他对这种手转一转就一个门出来的那个奇异博士。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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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然还有哪一个会变绿色的吗？哪一个？我想的是那个，就是手在直在头上，然后奇异，然后就一个光波出来那个。很奇异，同一个啊，同一个人，奇异博士啊，同一个啊，他也是奇异博士。可是他是动画，一个是动画，一个是真人演的，不是吗？啊，对啊，人物是同一个，对啊，可是他不是同一个角色啊。对啊，很奇异，很奇异，瞬间开朗哦。厂商也是个好屌啊！他们做的啊，超屌的耶！等一下，哇，你放在哪里？还原的吧？哇哦，我觉得巧克力也不错哎。哦，我就打饭之后碰到他，我要给他。哦，哇哦！就那时候拿给他。他应该舍不得揉掉吧？吧？对啊，很强哎，我觉得超厉害的。是啊，嗯，真的猛，真的。你看一技之长很重要，看你用在哪里。而且它是有重量的哦，它是有重量，有重量。里面看不是金，那种空空很。里面是金块吗？哦，里面搞不好写了一堆情书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慢慢猜吗？里面每一个都打开的是那个对团团的熊猫，熊猫团团的爱一样。应该是对巧克力吧，这个样子是巧克力的东西。惊喜啊！他想让你以为是给巧克力的，其实都是给你的。什么鬼啊？超好笑。还有 DP 哦，然后还有一个是说，就是有给我跟哈基跟雨月的，等一下我再给你。哦，所以那个里面有我们的？没有没有，对对，那是别的。有情书？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啦，你可以期待一下。啊，我也不知道是送的是男生女生，不知道哦，也不知道。啊，单身吗？你问这么多干嘛？你问这么多干嘛？你要干嘛？你都过来哦！危险哦！危险！为什么要做人家身家调查？等一下，对啊，所以他想嫁了吧？想嫁了吗？想找个观众嫁了啊，对不对？哦，不太对吧？那他怎么不对哦？原来不是吗？不是想嫁，那是什么？那我不好帮你解释了，哎。结果是女生16岁啊，对，要18岁才可以啊，对不对？没关系啦，可以。你要再等，你要再等两年。人家都10年了，2年还好啦。对啊。时间什么？10年啊，就10年啊，等10年啊，10年前跟10年后吧。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对啊。10年之前我还没坐牢。10年之后我还在坐牢。对。10年之后我还在里面。啊，我去挖沙子啦！哇塞！哇哇！还是谁那边很大量的玻璃？没有到很大量，不是很多吗？对，有一些到不到很大量，大概一排而已。哦，那可以。反正你要去我家一楼箱子翻一下。你约我去你家？好。哎呀！哦。你家真的是除了酱油家以外最少去过的地方哎。没事。哎，对，我就在边边角角啊。对啊。等一下，我那天整理过，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我不知道还在。没事没事。好。啊，没有没有斧头解决不了的事情。没有丝绸之术解决不了的事情。不是，你家一楼箱子，你家一楼箱子就只有附魔术跟书柜，你要找一楼什么东西？我忘记，我就说我忘记了吗？我知道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找一下。好，找一下呢。我记得之前有，哎，有找到了。那个突袭阿旺家，看他家里箱子那么乱。嗯，我那天稍微整理的，应该我不确定。稍微整理应该是找不到东西啦。对，我觉得找不到的蛮几率蛮大的。不行，上次之前那个宝可梦是不是？我看你箱子我已经受不了了。那你有看杰克的箱子？是啊，我家没有。你要不要看看我家的？那你要不要看杰克的箱子？你应该是直接癫痫发作哦！我刚有翻过一轮啊，还行啊，直接中风了。没有没有没有，轻松高效跟宝可梦的完全不一样哦。哦，还是哦，还是繁星，你要沙子这边有一座沙丘哦，可以传过来挖。我 A 到了，好啊好啊，我顺便挖，好好好。A 到应该还是刚好 A 到，刚好看到有个沙丘，你可以去慢慢挖。沙丘，你是不是在打广告？讲话吗？
什么东西、啊？什么不能讲话？沉默沙丘，沉默之秋啦！这里，啊，你等我一下，我传。哦，不一样哦，我以为你不一样，不一样。沉默之秋啦，沉默沙丘。就是最近之前有一部之前的电影，听说好像还不错，但是我没去看。他是、啊、不是就是爱的很爱，然后不爱的吧？对啊，两派蛮凶的。其实我觉得最近好像蛮多部电影都是这样子啦，就是可能是太特别了，就是很两极评价。嗯，对吧、啊？蛮多都是这样。神奇。观众说想看那个照片，我给我。什么照片？沉默沙丘吗？沉默沙丘吧。沉默沙丘。哎、欸，好，我也来提一下。我想到哈基上次截图就截到小雨那个双下巴的，超好笑的。Silent Hill， 等一下，还有，哦，然后题外话一下，就是我刚、欸，就是我刚不是去看电影，看完之后不是去吃饭嘛，然后，还发现原来现在享食天堂的甜点是改自己拿的耶。是哦、就是疫情的关系，以前是要人帮忙拿，不是吗？嗯，是甜点的话，他现在就是全部打开，让你自己拿，随便拿。哦，对啊。哦，可是这样有比较好吗？这样有比较好啊，因为呢，你以前请他帮你拿的时候，我都会很不好意思，很就是很不敢跟他说全部都来。我还要更多、哦。我今天改自己拿，我就很爽，我就直接拿两盘嘛，然后全部都拿一个，然后拿回去做。哇哦！对啊，他都只给一个一个，一直跑哎、欸。对啊，他都只给一个，然后就是你看，如果是别人帮你拿，然后他就问说，哎，请问你要什么呢？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讲，我要这个，然后呢，讲到后来，我就越讲越心虚。对对对对对，那天跟你去拿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对呀、啊，很尴尬耶。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嗯、对对对，然后我就好，那我多跑几趟了，好，没关系，先拿。哎、欸，你又来了，是不是很好吃啊？对对对对，就是你哦，你要拿几个人？我是帮你拿多一点啊。哦，好笑。如果店员最后跟你说啊，你去到他记得你了，然后他说，哎，我是帮你多拿几个，你会怎么样？好啊，谢谢。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被店员记住，我会觉得很感谢，谢谢你啊，谢喽。然后店员以为你走过去的路上，他就推到旁边，哎、欸，又来，他来，你猜他等下还会来？你猜他等下会来？哎、欸，就是他。然后等一下，本来一个店员变两个店员，变成一群店员在后面看。然后在开始赌博了嘛？你猜他还会再来？他还会拿几盘？对，可是我觉得餐饮的，就是这种把费忘了加把费的、啊，或是这种的，我觉得感觉他们一定会这样子，一定会啊，一定要找事情做啊。对啊，我就是在聊这个啊，不然还有什么好聊的？真的，感觉一定是这样。而且我听过人家做这种，然后就在说，哎、欸，他在打赌的，不是说他会拿多少，而是打赌说，哎、欸，你看他那么多，他拿那么多，等一下你觉得他会剩多少？啊，这倒是真的，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就是拿一堆都不吃完，有点怪兽生气。见到了吧？对啊，啊，那他如果赌到我，他们一定会赌错，因为我都会吃光光，对吧？全部磕掉。就不嗑掉，然后吃完回家就觉得好饱。这个星期太饱了，没错。可是下次你还是会拿，对我还是会拿那么多。下次去我还是要吃，对，没错。哎呦，刚不小心挖他开心，我把我效率八的狗挖爆了，又爆了。你上次不是发生一次了吗？那你要再试。我刚才想要修个道路就一直挖挖挖挖，很开心的听那个故事，听一听就哦。啪啪啪啪。啊，那这故事我们要继续讲更多故事，然后这样哈基又会哭，又会东西都爆光光。是不是现在有点卡？我打副本他们。因为有三个在外面啦、啊，还是两个？哎、欸，我也在外面，对吧、啊？还是我是四个。哇！我在越来越多轮。我在找海洋。我想要找水晶洞。
你没事啊？对，我来钓鱼啊啦！让我游戏变很简单，谢谢。我现在平均一次直播找到一个水晶洞，所以我想要试试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好爽啊、太快了吧！你在海里面找到的吗？没有，在山洞挖，它叫底子挖，很对。哦、你好夸张！你在多高的挖？我它很低，它很低，很低很低。它是挖钻石顺便挖到的。对，我是在挖钻石，刚好就挖到。对，好爽啊！钻石靠挖到，它就靠晒呀、啊。我也挖了三天，他走都没看到。你把鱼星扔在别的地方了。嗯啊，可能在找指甲吧。找指甲，找指甲。我们昨天玩四个小时，我找到几件指甲，有没有六件呢、啊？好狠，这么多、哦。他是玩完哦，指甲哎、欸，玩完就 哦，指甲哎、欸，哦，指甲哎、欸，强哎、欸，好猛。观众都在说，阿旺是今天讲很多次的哦，指甲，哦，指甲哎、欸，哦，我撞到指甲了，好痛哦。好痛哦哦，指甲。我刚刚听到的第一瞬间也以为是那个淤青，手脚的指甲。对，我也以为是后来讲 AK 挖到指甲。是 AK。买啦！啊完蛋了！怎么了？我连续逛了两个废矿，我现在三个晕了。哦，那你回家钓鱼吧。是啊，养老钓鱼。嗯，你是有挖到矿 OK 的，对啊。你知道耶，我钓鱼已经，我一直花一直花，我现在身上还有30颗钻石耶。哇，大概今天已经钓到一组了，好爽啊，好爽哦、啊，超爽的。钓鱼为什么会花钻石？没有，我就钓到那个强力卷，什么？强力，对，强力、哦、不防爆卷吧，不会掉强力啊。防爆卷，然后我就去冲。会掉强力，可能要检查一下。真的，我要验血。然后就拿掉到的钻石拿去抽，更的长，长长长，长长的。这可能你还要再打那个塔吗？还是没有了？没有啊，那个塔也不知道跑去哪，因为我传回来。哦。他已经消失在我们的洪流中了。洪流中了。小雨，嗨，可能麻烦你一件事情。嗨，可以帮我送烟火过来吗？好啊，一组就好。等一下小雨就说什么？不要啊！他才不会拒绝我呢。来了，你看这里，这是你用意的地方。看那边，哎呦，你用幸运砍呐、啊，不然。我没有带幸运的、哦，反正他会避掉光碟啊。哦，刷光碟喽。对啊，所以缺光碟就可以在这边玩。胖，你带回去吧。胖胖水母，龟缸诶，龟缸，龟缸，怎么了？下次就抢这边，垃圾丢下去。哦，全台湾最多人会的台语。龟缸，其实他是不是其实没有讲？正确啊，他用那个用法，没有，就是口语用法了。因为中文打不出龟呀、啊，有没有？哦、对啊，龟缸，对龟缸。就是他正式如果写台语不是那样写，可是对，空耳，就跟母汤不能写母汤一样。那要写什么？那要写什么？物要写那个就是凸出来的那个物物通。哦，是哦，对，嗯。其实台语的用字，就是台语，它有自己的用字啊。对对对对，對用词跟念出来的词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啊，就只是因为大家就你只要习惯一些口语的打法，就会直接打那个词、嗯。对啊。好，感谢你。啊，你怎么没带头？爆了？没有，我的头是绑定啊，我在抽。哦哦。嘿。哦。我传到地狱的顶了。好哇哦！哇哦！纳尼？哔哩吧啦蹦！嗨！哦，你不在啊？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耶！哔哩吧啦蹦！
没有啊，干妈内已经很久了，太久了，太久了，久了啦，一阵子了，也不是一阵子了，很久了，很久以前，甚至是没铺之前呢、欸。没记错的话，这么久哦，有吧？很久了，不知道哎、欸。哎、欸，以前我是很喜欢讲干妈内的那个哎、欸。对啊，他以前是他以前是一个连续剧，还叫什么的，就是我的这一班，以前是、那时候是学生时代蛮爱看的，然后结果说一个老师跑去当那个反派就很突兀，然后我今天。应该是我家人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这让大家评评理一下好了。海龟汤怎样是冲突了是不是？没有，也不算冲突，纠纷。革命不是家里革命啦，就是家里现在买东西大多都是在网络上买，是一些就是有些就是 FB 直播嘛，然后就买一些菜啊、鱼货啊那种。对对对，然后他们不是通常会有什么抽奖？然后今天就是抽了，就抽 一台冰箱，很扯，我就想哇，天哪，好扯哦，一台冰箱也太无聊了。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我妈被抽到吧，然后我妈抽到，她说，因为她要什么正常不是什么分享、按赞、三回什么抢先看之类的嘛，就她很多的，对对对对对，那当初她确认完啊，然后她就说要赶快截图，然后贴上去这样子，然后他有另一个条件，那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妈不会用，所以他还问我说这怎么用，然后叫我帮他用，然后他实现只给你五分钟，哈，他好故意哦，好故意哦，只给你五分钟做这些事情，然后你知道他要的另一个任务是什么吗？他要你在随便的公开社团里面分享那个直播。难怪有时候都有奇怪的人分享直播，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哎、哦，对，他们抽到冰箱、啊，真的过分哎。对他们故意叫他这样子，这样其实很恐怖，因为你这样会被锁，你会被锁哎。对啊，我想我那时候我想啊，要在其他的公开的社团丢这个直播，这样不就是类似你在帮就是免费打广告，就没有还有没有机会被踢掉，然后被踢、啊、被。被踢掉了不是被踢掉，你被踢掉了，你被踢了吧？我就觉得就很夸张。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搞清楚是什么社团之类的，我就只有发那个就自己有对那个粉丝按赞，然后分享那个直播，然后抢先看这样。然后说哦，那这样不符合资格哦。然后因为是已经超过时间了，哭啊！他没有要送的意思吧？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送啊。我觉得就是他在直播上讲好看的，然后说一套做一套，反正他们就说，反正搞不好你过再过个五十天回去还在送同一台冰箱。对啊，他就拿同一台一直送，然后一直充人气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就是拿一种噱头，就好夸张。而且重聘你分享用完了，他会跟你说你没抽到。没有啦，他是已经他不是说已经抽到了，然后已经抽到了吗？对啊，就是说有已经抽到了，就是说有他有核对名字，但是就是你要额外做几件事这样，对啊，然后实现这五分钟，我就说哇，他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宣传，然后他还不用就是出事他不用负责，对啊，还是蛮聪明的，就是我觉得是超讨厌的，很过分啊，我觉得很過分，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哦，原来有时候。就是某某社团突然冒出一些什么直播卖东西的直播，大概懂为什么了，好像懂不到为什么了。我给你开冰箱，你去闯红灯，这样子你肯定会这种感觉。对，然后你知道最好笑的是哦，我就想说，哇，干这种事好厉害哦，我都不敢叫别人做这种事。然后我就去看他的评论，没有错，之前也有人三周前而已，三周前也有人抽到冰箱。然后在那留不平，同一台啦，同一台啦，他是根本没打算送吧？杰克，他是说公开社团，他有指定是什么社团，还是说只要是公开社团就都行？公开社团就行。那我自己创一个，那我可以自己创一个创社。对啊，杰克，你就分享到你的自己创一个。对啊，我那时候这样想，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可惜啊！那你去创一个杰克的团，然后叫你妈妈下次有抽到就在里面分享，直接在那边分享。没有，你知道他不止一个，他说要三个，那你就是啊。
你超过分。杰克的，他说杰克的社团一，杰克社团二，杰克社团三。对啊，没有就什么靠腰靠背杰克告白杰克跟那个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跟那个匿名杰克。对，匿名杰克就是三个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现在就三个了。可是难怪他会要你在五分钟之内完成，因为这个正常的真的比就是不这不长按的真的会不知道干要怎么办。对啊，不知道怎么。对、啊。特别是他如果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对啊，对啊，因为基本上那些东西都是我先帮我妈用好、嗯，然后她想要买什么这样子而已。嗯，哦，对，而且抽抽到东西，她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不要，这种其实蛮多，他们到最后，如果你还要给个资，说不定就收集那个资，然后丢去给，就是你知道需要一些什么个资的人。对啊，嗯，这很恐怖哎、欸，其实蛮可怕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好过分哦，我的天啊！啊，所以该不啊，就良心没了赚更多 啊！就你知道那时候我妈超开心的，然后说就是她中奖这样子，然后东西传完之后，然后她整个堵拦起来，就还没办法，哎呀，这落空的感觉，真的，对吧？真的，都没中都没事啊，中了现在给我搞这出，就是整个心情都很堵拦起来，真的会很气，然后你知道很。因为他是在安平卖鱼货的，嗯哼，哦，地震，他地震吗？有吗？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什么？地震，地震，地震，台北无感，我什么无感？我在台北、欸，桃园，你们哪边的？怎么跳过了？有了。什么？吓死我了！刚真的没感觉、欸，平行世界。啊，波纹传过来了。哎呀，这个波纹怎么中间断了线？桃园中间波可能往下晃了下去，然后桃园跳到淡水才到台北吗？一个回转啊，旋转你们一下。啊，你们刚刚说没有吗？我现在证给你们看、哦。来喽，我来喽，来喽，来喽。我说你刚刚说地震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我看一下我衣服没在晃啊。我是看水，我看到我门口的水杯，我都是看旁边的水、欸，我是看水，然后我都是看门口的吊饰，我是看衣服很明显。我是刚刚呈现一个直接把所有就是什么视觉那些全部关掉，然后去感受有没有，眼睛闭起来对不对？体悟心灵，就是一个无我放空状态去感受这样，对，没有就是突然晃一下，那你应该是领域展开咯。我对地震一直都很敏感耶，真的挂风铃啦，只要突然有晃一下下，我就怕地震。我那时候看水杯就是那侏罗纪有没有暴龙经过咚，水杯就是那个波纹，哇，好看，水杯都震一下，就是我最后的波纹啊，不行，不好意思，我要把我自己关起来，然后吃海苔对不对？吃海苔就是要夸夸夸夸，要夸了吗？没有海苔吃，白痴哦！要把我自己关起来，然后自己怎么了？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哎、欸，你够！我们如果升 1.18， 我们的地下就不能用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地下不是零啊，是零啊，是负六四啊，不是，我说的亮度不是零啊。哦，你说底下不能用，地底下就是因为1.18不是要零才会升官，那要把它全部打掉啊。对对啊，升官就把火把打掉。我突然想到这件，没事啊，那这是打掉的事情啊。啊，不然叫酱油现在很晕，对不对？酱油去打。他打什么？打什么？把火把全打火把。我不要，我还在那边拿那个丝绸之书去把玻璃全部回收，玻璃全部敲掉，里面的那红石火把打掉。对对对，里面不能有亮光。对，不行，我现在头好晕，因为有观众在问说今天是1.18了吗？我说1.17啊，对，然后突然想到这件事啊，用那个啦，遮光玻璃，但是那个叫团团要把那个切那个毒丝东西割爱出来，把叫出来，不准你煮。啊，什么东西？那就遮光玻璃，遮光玻璃要用那个、啊。要用那个、啊、紫水晶做，对，紫水晶哦。嗯，可是那个不是量要很多吗？我现在没有找到紫水晶。那、啊、我说你找到的话，就叫你割爱出来啊。哦。然后结果我就都不讲。对，阿纪，我这边有40几个，有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怎么换了。阿纪已经写好，我就等一下默默就上去按那个退换。
那我就酱油卡在那边。你看，如果等下团团在这边的话，提醒我们。然后等下酱油准备要讲的时候，我就先打他说：“嘘，这给你，这给你，这给你。”然后酱油说：“这是什么？这个水晶要干嘛？”对了，师傅刚刚给我这个要干嘛？干嘛？直接被抓到了。俩包。这个紫色的是什么？我说哇，这边也太多水晶了吧！直接被爆料，直接被抓到。我找到水晶洞了，然后呢？挖、哎、去打大颗的。你是大颗长大的，你要拿幸运挖哦，你要拿幸运挖、哦。哇塞！你要先用丝绸挖它下来，然后你之后回去拿那个幸运十一的挖，把它挖开就可以了。嗯、你没有丝绸对不对？我有的。哦，那没有你挖要轻轻的挖，如果啊也没差啦，反正如果不回去的话，你随便挖吧。哦，你如果没有要再去那边就应该也回不去啦，因为那个不是说要长很久。嗯。对啊，因为我要跟阿旺说，就是你会挖的上面会有个裂痕，那个才会出水晶。对你那个挖掉就没有了，它会长出来。对哦，对。而且你要挂在这边，它才能够长，不是吗？对啊，对啊，对啊。嗯、它都要继续长，所以才那个。就是挖这个金处。对对对对对，你要长最大的挖才有用。嗯哦，就是挖石头挖到的那个毒石是一样的。嗯啊，他们刚刚有人在讲地震，方块没用、啊，方块没用，方块不行。我尝试过了，如果方块可以的话，我那个时候早就发了。我那时候挖了一整多的方块，发了，没用，发。这样子，这样子，嗯，我觉得找到红土地形比较好。红土地形里面很多黄金，就是可以多少、哦、对对对对多少去，比较容易挖到的感觉，对啊，几率比较多的感觉。对，而且就算你没挖到水晶洞的话，你起码有矿物可以换，可以去挖开水。嗯，挖开水。因为我之前上一次吧，上一次我去找到红土地形，然后这样子挖了一个小时下来，挖了好几组的黄金，换成赌石的话，大概有一组半到两组。嗯，这其实、嗯、好像我去找红土地形好了。找得到了。王刚身上，欸、他们刚刚我们不是讲地震，他们说他们有一些人很强，他们有一些人清晨的时候，地震如果那个要发生地震，地震前五分钟他们一定会醒来，这是什么预知？你说耳朵会听到类似什么鬼东西？但是可能还有动物的本能吧？对啊，地名，地名，那我要先叫迪叔来。对。什么意思？迪叔现在的老公是？对，他的技能。对，然后他会发生地名啊，他叫巨人呢、啊。还有东西消费迪叔，超消费。天啊，迪叔最近在补那个巨人是？他已经补完了吧，他已经，他补完了。他说爱莲是他老公。然后对，他就说爱莲超帅、哦。然后呢，超我们每个，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他有看就说，你真的。爱莲，你认真？然后说对啊，他很帅，越坏越爱。我说可是爱莲很过分呢。他说越坏我越爱。越坏他越爱，对。我说可是他很过分呢，他会做一些坏的事情。坏话。他越爱啊。他爆雷把他讲出来。人家有人说我爆雷怎么办？我不敢讲。这样就好，点点，然后这样就好了。我会怕，我会怕。好笑。跑酷那边又多了一座塔，我打完了。哦，又有哎、欸、有哎、欸，多了一座，又有，又有塔啦，又有新的塔。而且这座塔有十层，里面大概有七层都是蜘蛛吧。太多蜘蛛了，没人扫啊，没人去养蜘蛛了，养蜘蛛王。然后刚在开台前，我有看到一篇人家在分享的文章，嗯，就是那个什么动物园的、哦，你们有看到那个、哦？你说大象那个的吗？大象还是那种兔子？白兔的那个兔子那个，那个、嗯，东西啊，就是讲说什么
本动物园就是就是让所有的观众，不是观众，民众都可以跟那个里面的动物都可以互动，但是唯独呢，如果你看到一个白色的动物，请赶快尽速撤离，离开那个地方。白色动物、对，然后白色的那个就是兔子这样子，请离开那个地方这样子。然后来讲说，如果你逛那个什么大象啊，大象园区就只有大象哦，如果你看到白色兔子，那还有什么兔子的血，请尽速撤离。然后就故意把它打造的很像是那种什么什么都市传说那种感觉。嗯。哦，那种恐怖兔兔是，对，请问他是 R10 的粉丝吗？所以那个兔子会繁殖咯、对啊，他是 R10 的粉丝是不是啊？他说那边是好像瞄到了，让我看一下，那是什么东西？如果觉得很长就没看。对，魔兔，啊呜，魔兔啊呜，啊呜。讲完魔兔的瞬间就被一个有火焰弓的枯弓射一下，超过啊呜啊！它是白色的，没错啊，你小心一点。对，它确实是白色的，对啊，它兔子派来的，白色的，白色的很危险哦。它有流血的话，那要更危险喽。恐怖哦！好了，我带了很多速度低等的光碟回来。水哦！我打了那个两倍速的。那只兔兔会不会丢斧头 ？DVD 啊，跑错棚啦！他唱歌吧，他唱歌，他唱歌吗？这样吗？应该哼歌吧。对，我这首你刚刚唱的也太像。阿米帕米包。攻击血量，生命。他就我想问一下，合成。绑定诅咒跟消失诅咒有可能会变没有吗？变没有，还是就是爸爸或妈妈一跟零这样子？就是爸爸或妈妈，爸爸妈妈都有绑定，那就说一定会有绑定啊。嗯，玩宝可梦、那假如一爸爸有妈妈没有的话，是有可能会没有的。对啊，那可能要问隔壁的了。对。哦，是不是其中一个在冒绿烟？两个都没有，但是冒出来烟的话就蛮特别的、啊。救命啊，冒绿！吃鸡哦，来你！救命啊，我还在晕。哎呦，你太晕了吧？哦、他们刚刚有人说多久？你在晕船哦？是有一只长着兔子耳朵的白色大象，跟一个溺死的大象。我那时候看到是溺死大象，对对对对对对，他们讲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东西。哦，我看到了，他说什么好像是什么哪边的动物园发出的声明这样子，然后就是里面都是莫名其妙的东西。那我要查白色耳朵的大象。嗯，然后就查到一堆莫名其妙的，更多的都市传说。没有啊，这种的就很像，比如说就是我们很常在玩的、啊，我们在一起玩麦块的伺服器的时候，突然间就一直盯着某一个人看，然后跟着他走。啊，可是我查到的完全就是一般的亚洲象。那有人 P 图啊？搞笑了，我 FB 应该有浏览记录。FB 的东西就很早。真的？哎呦，很难找，你就是路过了没看到他。哦，有哎、欸，照片就有。哎呀，听到叮咚的声音。叮咚，那是我看到的，我看到了。是那篇吗？我不知道。来，让我贴。他们有人正在看。那边超强啊，超强的。太长了吧？啊，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哦，场外休息区 PO 的是不是？哦。你们 PO 的是那个吗？场外的吗？哦、不是，我 PO 是 FB 的，是 PO FB 的、本源太长了。我有印象，我今天在滑，就刚好有，我好像看到那个兔兔的图，但我没有去赌、对，我也有看到这张图，然后我就滑掉了。对，我直接滑掉。什么？亲爱的顾客，欢迎你们来到本市最大的动物园，什么的，本园的安全措施保证绝对没有问题，尤其是小型草食动物，大多被关押在不可触摸的封闭环境里。因此，如果你看见路边有逃跑的兔子，请立刻带着你的孩子远离，并告知工作人员，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尤其是兔子。发现并且开始高速向靠近的时候，
我就说兔子很凶吧，小心一点哦。哦，他这个的写法其实就很像是在造一个 SCP 的感觉啊，很像。对啊，对对对，就是啊，对啊，其实就是很酷哎、欸。啊，很酷，就让我想到之前附近有遗迹。应该是我这边，对我这边。嗯。之前有啊，你自己挖上去啊、哦，我在底下。OK OK OK 。之前玩了一款游戏，其实也是，如果你喜欢 SCP， 其实真的也蛮适合去玩。啊、哦，就它里面也都是这种，蛮酷的。我想到有一个 IKEA 的 SCP。对啊， IKEA 的也有。哦、对，它那个店员。哎呀、啊，被关在里面。叙述方式就跟那个也很像。对啊。而且其实那个故事还蛮完整的哎、欸。嗯。是稍微查一下，说什么在里面 IKEA 里面，如果你被关在里面的话。他好像是说什么，你进去里面，然后遇到转角还是什么，你有可能就会发现你那个完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你看不到墙壁。就是你找不到出口出来啊，然后里面还有什么避难所，里面有人在里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自己的小型社会什么之类的。对，嗯嗯。记得那个好像是。然后白天的时候都没关系，但当到夜晚的时候，那个 SCP 就会来攻击。他说现在一时间没了。其实那个整个 IKEA 就是一个 SCP， 然后 SCP 对啊对啊对啊，有个什么三里面的店员是，对对对，嗯，然后在他里面的另外的，对对对，对啊，母体。我蛮喜欢看 SCP 的故事，我觉得有的写的真的都蛮好的。嗯，啊，那小雨要推你坑吗？可是你现在已经太多坑了，算了。对啊，我因为其实有一款游戏。有一款游戏就是跟 SCP 超像，它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那个背景，哦，然后它的整体也有背景故事，然后就是在没有，它不是，它比较像经营类，哎，养 SCP 吗？对，类似，创造 SCP 吗？不，就是它有几个，就是你一天有三个，就是它们叫异想，三个异想盒子让你选。嗯，然后呢，每一只都有不同应对的照顾方式，然后你就是要想办法去观察，用不同的方式观察他们，让他们发出能源。哦，那你就是那个啊，就基金会的博士那种感觉。对，蛮像的嘛，对对对，就蛮像的。然后呢，你就是从中你就要慢慢去挖掘说就是就是你来管的这家公司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对对对对，就是那款是我觉得蛮值得去玩的，还蛮有趣。可是它就是你就变成是为了要去收集一些情报，所以你很有可能要常常 RE， 就是记录会继承，就是某部分东西会继承，但是你就是要 RE 到可能回到某一天再开始养。嗯嗯，对啊，就还蛮酷的啊。我那一款我好像我看一下玩了多少小时，我记得我全破玩蛮久的，找一下。月团团这里就红土哎、欸，嗯，哦、oh, ，我一挖出来红土，好爽啊！都要过来，你要去哪边挖？我要去挖黄金，另一边，另一边，这就是坐标之力吗？耶，坐标之力耶！哦、oh, 那哦，那个卡我等下打，那卡一四个小时，我没有玩过哎。那个我等一下打，我会过去看啊。哦，你说应该是脑液那个吧？哎、欸，对，哦，啊、哦，没错，脑液公司啊。嘿，所以雨月有看过那一款？我那一款曾经有关注过，但是看了一下就觉得好复杂，就算了。它蛮干的，干。我有时间。家里是小雨，跟希望他是说加一点水，加一点水。哦、我以为干了啦。哦，我刚以为家里是谁，听到这句话。我发现说家里是，我说对，希望。啊，反正是加里是水，是不是？我听到是家里是谁啊？还是台湾国语的那种家里是水。家里是水，水啊，水啊，水，加一点水啦。小雨坑太多啦，等他全部跑完再说。我这个月没办法玩其他的。对啊，等他都弄完再说。
这个月我只能在麦块的伺服器里面。哦，不然只能玩麦块。喂，是哦，有活动啊？我知道 啊，那个活动是只能玩麦块。没有啦，是没有啦，是没有他活动就是在麦块伺服器啊。对啊，在麦块伺服器。那我把任务完成之前，我都全在麦块的伺服器里。哦，变相来说也算蛮干的啦。对啊。那小雨还在家吗？我在，耶，阿力，阿力是吗？阿里巴巴，阿力，阿里巴巴，阿力，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嗯，那不能在洞窟待太久。为什么？有闭恐惧症哦、喔。我快吐了。啊，不是你不是很爱挖矿吗？你不是，我要三十万颗喽。我大概是挖在背矿放太久了。可以啦，绕到晕了，我绕到晕了。哎，对，你在借符合出来，算了。怎么了？灰了。回去再来啊！小雨在家、啊，传我，然后你再回去啊。对啊。啊，可是你要找一个人站点，对不对？哎、啊，酱油 TP 云月。哦，来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帮你。地板就照大一点，我们两个是那个、啊、那个三角锥。好了，对，很重点。我来了。定点有没有？我这边帮你插一根火把，不用谢谢我。感谢。打不完啊，没有火把。要外送吗？我需要。等一下，我的传送点，你先不要动。三角锥跑走了。哈哈，回来，怎么歪了？怎么歪啊？怎么？先到喽！长脚的三角锥，三角锥跑走喽 ！SCP 三角锥，SCP 三角锥，哇，你是高效 SCP 三角锥？对啊，随口随到。三角锥那不就是沉默之丘那个三角怪？那三角头？对啊，三角头。好了，感谢。哎，杰克，我来喽！好，嗯，还是《玩具总动员》的三角锥。我应该回去了，去吧。好，酱油回来，酱油回来。啊，对，这个三角锥要动了。三角锥要动了，三角锥要动了，我行我素。三角锥要走了，三角锥要走了。位置好像有点歪啊，没事啦，你再走走啊。你再走一下。一万个而已，没有你，里面就是巴斯光年他们有没有？在走啊，玩具总动员，在过马路。又不是现，不是有限时版吗？有啊，吹走的有啊，就是台风天还是什么的，那个在一二三木头人走一走停下来，走一走停下来，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个三角锥超好笑的哎。那时候看到一堆什么台风特辑之类的，还有冰箱那边啊，冰箱叠加布啊，冰箱平移。火把，感觉高校可以写个 SCP 有金钟怪人这个题材啊！你总是飞我，太想飞你了，哇！太想你了，可是飞我是不是？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没有，对没意见。意见很多、怎么有这么多怪啊？要修哦，这样不好吗？不是啊，是生怪专生出来的啊。哦，然后每一个都穿御水装啊。哇，打到死！哇塞！哎，对，有人要打老棒神珠吗？嗯，我今天打过副本了，打过了。我还没，来啦，我也还没，打的。哎，对了，团团，啊，哎呦，你有印象你有冲装的3%的水位吗？没有啊。那没事了，那没事了。那没事。所以上个礼拜有，但是我没有用了，然后就被用掉了。不是你啦，所以才问你呀、啊。就不知道问谁啊？就不知道是谁、啊。我今天还没充过装啊，因为是上礼拜的东西啊。没有，应该是上礼拜留下来的，然后不知道是谁。SCP 水位。上礼拜我有充装吗 ？SCP 水位。SCP 潜艇台。
对病哎，在想会是我的吧，因为我有抽，我上次有抽那个，不是你已经过了，过了就不会有，过了就是水位就没了，水位啦，对，那就是没过才会有，对吧、啊？我记得我的都是，就算上礼拜有抽，我记得我也有过，那期待哦，因为通常不会有隔夜的水位啊，隔夜的，隔夜的水位。对啊，隔夜的水位是怎样？它比较硬吗？还是比较干？嗯，比较适合炒饭吧。对对对对对，比较不会有水分太多。我就觉得炒饭是要隔夜饭比较好吃。对啊，对，有些东西是放隔夜比较好吃、啊，不然会黏黏的。你在炒哦，炒粽子，就是你要把它炒干，要炒很久。嗯，对啊。可是你都丢在那个气压锅里面。气炸锅啦，气压锅什么？高压锅，高压锅会变糯糯哎。嗯，麻吉，变麻。打赢了一百，讨厌加麻。哇，你是不是25倍？对啊，那今天是去玩包装的呢。你都在挑战你的装备极限呢、欸？对啊，不是你的极限哦、喔，是装备的极限哦、喔。真的是装备的，没事，没事，没事。普类要普类的可以来咯，好，普类只剩酱油跟团团了吧？对啊，度啊度，哎呦喂啊，来一，哎呦喂啊，我觉得不行了，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哈哈哈哈哈，那让我先去丢个东西，哎呦，酱油，我需要你，我可以过去了，三角锥，我需要第三角锥。我来了，立中柱，这是哪呀、啊、？Oh my god！ 那副本里，你不用动，不要动，不要动。好，我等。不会死，不会死。你被怪打也不能动哦，多好的哦。怪下也不能动哦。你要尸体也不能动哦。你是一个好三角锥哦，不可以乱动哦。对，你要扮演好三角锥的功能好吗？对。你好快、哦。你好快啊！装傻回，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啊。你怎么那么快啊？他就只是去回血，只是补个血。怎么又是跳跳啦？故意刚才跳嘞、欸。麻烦，故意刚。啊！你怎么输了？哎、欸，我前两秒才看到你，你怎么死了？我想说快一点。要不要？我还在啊，我还在、啊。你要不要飞我？没事没事，我顺便回来放个东西。好、啊。我觉得不要站太远、嗯。看一下，下一秒人不见了，不然等下又要那个了。对啊，又要在角落。吓死我！吓到！哇哇塞！超大声的。哎呦，未见定金处。这需要有人去打地鼠吗？小米猴，汪汪汪汪汪汪！不要再把我打远了。对啊，不要这么抗拒嘛！哎呦。对啊，我怎么这么抗拒起来了？接受我。哎呦，已经在忙吗？哎呦喂！怎么了？我在打甘草捆。啊！不要！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需要有人扛一下。不要再推我了。那阿旺，我走了哦。啊，没关系，没关系。好，没关系，对不对？嗯。确定哦。确定啊。啊，真的哦。啊，你听起来很不开心哎，真的吗？好没事吗？真的可以吗？好哦。我飞了。推了。好。哎呦！哎呦！楼上是鱼，有些装备可以捡。我捡不了。我帮忙打地鼠。帮忙打地鼠耶！我被叫角落去了。你被叫角落很痛苦。到角落上面还有野妹。对。啊！不！我。怎么了？你进来了吗？你进来了吗？我飞起来了。你飞了。他好像掉了手，不得了，光碟了。好、啊，没有没有啊，真的没有，还好。你是不是捡到了？哦，哦给你会给你会给你，那肯定不捡走了。给你会给你。看来就是看到了。真的没什么东西，他真的没还好。真的是没什么。
没什么、啊，再一张老棒珍珠。有的话也不会丢，也不会丢给你。对啊，有的话怎么会吐出来？有的话就放墨宝掉了，拜托。哎、欸，说不定剩下两张啊，他把好像贪妻蜜鼠哎，那你的给你啊。哎呦，过不去呢，打不到呢。哎呦，有了，快了，快打完了，打完了，快打完了。这一坨啊，要打，但是都一直被推到旁边去。哎呦，我再打两下。换你打了。好诶，好诶，剩他。刚抽到也都在我身上。哎，这个券啊，来。来来来来。三分之一的几率会是强率，我一样丢地上啊。嗯。等一下啊、哦，哎、欸，我丢出来吗？哦，结束了。妈，等一下啊、哦，你要拿一些东西。好的，好，你要抓自己，你要哪一个？OK 啊，你们两个先选啊。那我选这个。好，很棒，有的，好棒、哦欸。你要咳吗？你们可以捡。有在吸了，嘿嘿。我上次有捡很多出去。最后两个在捡剩的，捡剩，然后还是被业妹制裁，差不多了，已经。哎，等下什么给你？啊？给你三个。阿迪亚豆，你还没捡剩的？捡剩的等一下嘛，他捡剩头上飞起来，顺便打一下嘛。我们两个这么近。偷夜妹顺便打下嘛！啊！第一步。喂，存16倍还好吧？嗯，没有加其他的。我刚刚进去都打16倍的呢。哦，对，我上次有挑战什么190几倍啦，那是打不完的、啊，都疯了，190打不完、啊，不死啊，打吐血啊，那个会不死啊。打小字打到头昏眼花，真的。诶、欸，我捡那个壳诶，可以赞赞赞赞。那你手又捡到了？不是，你又捡到，我没有捡到。赞什么？太无情了。你们现在这个垃圾鼓掌是本来就会叫，还是？垃圾鼓掌，对啊，就是，哦，是真的会叫哎、欸，因为就是丢垃圾给他，对啊，啊，我怎么没听到过？你丢垃圾给他？我、哦、没有靠腰，我是每次我丢垃圾他告诉，我想说，我刚丢垃圾给他，我也没有听他叫啊，奇怪。没有，刚刚我没设定这个东西啊，怎么会这样？我刚刚讲说我丢两次，我丢下去，丢垃圾了，制造垃圾啊，原来我被耍了，骗了，你被自己骗了，对啊。我真希望他会丢垃圾，然后嗯，你丢的真好，你有做好资源回收。三分球，三分球，好球，卫生纸团嘛。三分球，好球。他怎么？嗨，就是谁的四趴？刚刚有人冲装吗？又有人冲装，好忘记。他不是刚隐约爆掉，中间都没人冲吗？中间都没人冲吗？可能都没有吧。嗯。哦，拿去冲啊，拿去冲啊！反正现在我也没东西可以冲。噔噔。隐约是要见死的、哦。对啊。我看一下我有库存，我应该有。
我要去地狱、哦。没事没事。哎呦，我去人间。没事没事，我下来的。我应该弄那个大失败，有没有？那个用下去，防爆卷也没用吗？是不是？那这样防爆卷价值也太低了。放防爆卷了啊，反正。放屁！防爆卷已经有，已经很不用了。因为这里这里。好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中介的去中介的路，你们那时候该哪？怎么突然找不到？哦，看到了。在地狱门左边。有有有，看到了看到了。嗨，嗨。你跑走啦！快跑、哦！你把他 TP 回来嘛，那么扁。哈！你等他到再飞就好，你在想什么？哎！做不到，做不到，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点不到，点不到。可恶！点不到，点不到，点不到。哎，可恶！到底是干嘛？我要玩。点不到啊！点不到，不然拆不了他的船。那太快了，好好玩，好好玩，太快了！我四不去还在读取，我卡卡卡卡卡卡。蹭他卡，蹭他卡，蹭他卡，蹭他卡。卡住了，你有机会了，快冲啊！啊，他有反心在挑战，他吸到好多鹅卵石啊，吸到好多鹅卵石。他都顺便丢鹅卵石，没有没有，他刚刚挖的。对，三格高了，刚刚你们是两格高。好好好。两个高还顶头，你现在不能顶头了，好难过、哦。啊，你要到了没啊？到了，到了，到了。哈哈，哈哈，我把它烧掉。烧掉。你要 TP 来来 TP， 我是不是刚好在丢垃圾，然后就嘟嘟全部吸起来了？啊、哦！不是你床不回收。床。船。船。船。对啊，有船。我想改造一下这个地方可以吗？嗯，改啊。啊，因为上面地毯是防止安德森到上面走下来打我们之类的。哦。对啊，地毯上面安德不会走。嗯。你改啊。乖乖的在那个领域。他们顺不上去，就跟有插绿油精的地方，猫咪就不会过去一样。他会眯眯眼，他会眯眯眼的靠近他。那、啊、为什么？他还是会靠近吗？会这样吗？等等。要看猫，不好说。对，要看猫、啊。有的狗会觉得，哦，好刺激哦。哦，好嗨哦。好嗨哦。好嗨神哦。哦，这个好像很晕哎、欸！哦，没有，我跟你说，好嗨哦 ，Homie 就是这种类型的猫。我因为那个时候之前他不是有不小心抓伤我，然后我就插小胡子，然后呢我就这样远远的插小胡子，然后他就硬要靠近闻，闻看看啊，没闻、啊。然后闻了之后眼睛瞬间眯眯，就然后嘴巴张开啊这样。哦，是这个在臭吗？哦，有人在臭哦，在臭，你好臭哦。然后闻完之后，他觉得哦很刺激，之后呢他又想要闻。闻完，嗯，应该过一阵子应该散了吧？又闻，他是那个黑蒜。这个真的这个闻起来又很特别，好臭！我再闻一下啦。到底是很香还是很臭呢？爸爸嘞，哎呦，哎，可是我记得小护士那个里面的成分好像对猫不太好。好像啊，然后狗一就是好，我是记得这种会让他们太刺激，好像都不太行，不是吗？对、啊，对吧、啊？就一直什么绿油精什么的都不要，对啊。我记得之前就有人在社团说什么哦，绿油精就是防护，就是猫咪过来真的很有效什么。然后呢，我就看到下面留言的论战，好恐怖。因为它就是有的猫还是会去吃啊，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啊，很嗨啊，没办法，白目，对啊。两方论战，酸痛药膏也是超好笑的啊！对，
那天隔壁那个就是他就是贴那个酸痛药膏，然后原本芝麻、芝麻就是基本上就不太会断胶或干嘛，然后就他那天靠近芝麻直接开飞机，然后他直接生气，他直接生气，我快笑死了。啊，如果是说开飞机就生气，透明无时会都在生气耶。是哈气呀、啊，就是哦，他是哈气呀、啊，啊、很生气这样，哈气呀，还有，后面有看过他哈气的，只有遇过一次，就是黑雨来的，黑雨来的时候不是吗？对吧？对，应该是黑雨直接猫的味道，整个猫整个拱起来，然后啊这样子，哇，黑雨那时候知道之后，他觉得很难过哎。很受伤，他第一句说：“哦，他好凶哦，他会咬我啊。”然后后来他，我记得哈气有跟他讲，就说：“哎、欸，你是第一个被他哈气的。”我是第一次看他这样子、欸，哎，那时候超好笑的、欸。猫那个嘛，动物的本能啊，危险。你说看到黑雨吗？对啊。黑雨呜呜呜，感受到危险。QQ 哦，哇，我这觉得吸引键好强哦。嗯，打那个很爽，可以打把 boss 卡点，把你拉到想要的位置上。哇，我来喽！来啊、不是，怎么是这里？哦，哪一只是 boss 啊？是烧的，烧的，倒了。没事，我没碰到你的，你的都是你的。哦，你好，你好扯啊！可是不是卡位置的地方都会那个吗？会随机传吗？是啊，就是把它压，就是一直吸在那里啊。哦，一直打，一直打。哇，一直吸，一直爽，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真不愧是地下城就有的东西，太强了，太无情了。你们这个怪什么？Tommy不想被黑雨 feat， 你们真的是很坏。好坏呀！好酸呐！好过分！嗯，这个不错，好过分！哎，这个失败加持有人在用吗？你啊，没人都拿去用啊，因为现在是那个吗？哦，七叶了、哦，七趴耶！对，所以我在问，有冲耐久很适合。对，又冲耐久了，有一个。冲耐久了，不要了，不要。你有要用吗？你有，你有。啊！哦，又更高了，更高了，更高了，更高了！九趴，九趴。哇，九趴真的很爽哎！那我要，我要九趴。不行，这沙发是我的，可恶！我冲了，我冲了！哎。四到五为什么还会爆啊？会啊，会啊，我不会。洗得烤哎，四到五，四到五，对，然后又保九趴，对啊，你也是很厉害的，我也觉得很强。哇，你今天很臭哎，他不是把我今天很臭，哦，六都过了，哦，对啊，哦，真是臭哎，我今天手好臭。我不要冲，我不要冲。哪有？现在是手香了啦！你在冲，你在冲啊！你在冲啊！我不要，我不要。而且你在失败，我已经冲到房间，在你后面呢。好可怕哦！我以为是那个团团又没过，然后就用那个小雨那个双下巴脸。啊哈哈！他说那是一张有声音的图。重叠。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声音吗？你说那个笑声吗？对啊，没有，我那天就是看到，然后我再把它弄成我的那个每周行事历，然后我看到啊，然后就一边笑。没有，我觉得你可以去配个音，然后配这个专属这个图的笑声这样子。啊，可是我在想，就是要很刻意的，还是就是我平常真的很发自内心的那种。都来一个。你都来一个，
我那时候就我那天在用，然后我就在想说，哇塞，我是真的有点想配，就是配那个彩纸包的那个音效这样，感觉就真的很白痴。然后我就把它那个图放成那个打开箱子的时候看到的脸好了。不行，我现在对小雨的笑声最夸张的一次就是你把团团杀掉的那一次。我把团团杀掉。在玩鹅鸭杀的那个。我也是这么觉得。哦，结束后还继续笑的那一次吗？没有错。直接笑烂，我是这么觉得啦。直接笑烂，你又四到五爆了，你又爆啦！今天真的很臭，你赶快再去冲一个烈毒。有人有真能死吗？一颗真能，真能，你去看我箱子里面有没有好了。好，快乐死。我想要来合一下，希望他不要合出彩虹就好。合彩虹，哦，合，就五个属性各一啊。对啊，我不要看到彩虹，彩虹装。合啊，为什么不合？你这样讲，他不就越想来了吗？哦，那是不是我们来冲的？二八血性二八，哎，太无情了。那你现在是掠夺最高的了，对啊，现在是掠夺大师哎、欸，哦，一下幸运大师、掠夺大师超强哎、欸，我以为你这反星是七吧，我七而已啊，然后魔化了，啊、你掠夺大师哎、欸，啊，可是我献祭了两个我原本要冲的鞋子、啊，没有啊，你想四到五而已，四到五，你这个七到八哎、欸，不然你献祭这一把刀好了啦，我不要，这样我就是一无所有了。你还有我们的笑声，你还有我们的笑声。我现在全身上下只有鞋，只有头是有潜能属性的、哦。你还有我们的笑声啊？他之前的都没有啊，都没弄。对啊，你现在在弄嘛，对不对？嗯，因为你屁屁露两。两条，两条什么？等一下啦，我还在剪呐、啊，剪什么？屁屁、啊？我听不懂，我听不懂，什么东西？剪什么？你知道？他说我还在剪呐、啊，然后呢，之后就继续低头看下面的看。没有，我在把黄金挖成那个啦，挖成。啊、我想说，突然有点资讯量有点大。我也觉得很大、欸。屁股肉两片什么东西，然后对，团团省的字太多了。雨月要卖多少？对，雨月你屁股这样吗？两片吗？卖多少？我都省了。不要，我没有买，没有，没有啦，你又太可怕了，你们。我让给团团，让给团团，让给。没有啊，不是给我啊，为什么是给我？是给那个啊。给哪个？对，谁要？月食啊！不是，他不是阿旺的吗？哦，对耶，那个怪哦。在想怎样？怎么是给我嘞？这些讲话真是太可怕了，太危险了！我的天哪！是怪逃啊，太危险。好速速，有用到跑速。好，那你没有两个都只有一条，可是都是攻击，这种很困扰哎、欸。嗯，合一合变彩虹啊。呵呵呵，他也要有那个啊，他也要再加其他的东西，他才有办法变彩虹。你要变彩虹了没啊，杰克？好，我突然不想变彩虹了。他过四张卷，我不想过变彩虹。那你要变什么啊？霓虹。他要变什么？你在哪里？他不变了，他不变了。他三排速度就让他数吧。那你要帮他带不变姿势，
对，不变之石也是很不方便的石头，变之石。哎、欸，对耶，我如果现在潜能是零的话，我可以用真的把它加潜。为什么那么浪费？为什么不用重置？你用什么不？你重置就直接用重置就好啦。哦，我哦，对耶，你好浪费啊、哦！就会变成有了。对啊，哦没有啦，如果是啊你原本的那个吗？就装备、啊、全空的话是不是也不行啊？对不对？全空的不行、啊，不行不行，好呀，也不能哦。你就是连那个插槽都没有，你还想要？对啊对，你那个没有宝石插槽啊？对啊，我不能直接拿我的工具帮他钻洞吗？哎，不行。拿工具什么工具？就身上就啃稿子之类的。完了完了完了！那可以有几率把它敲爆哦！又往炮装，直接把它敲爆，打洞直接把它打穿。对啊，真的。我那天不是孵穿山鼠吗？我在说那个这些洞一定会开出帝王绿，就拿蛋去那个剧有没有？哎、欸，结果嘞，空的。刚好你要的也是绿的。对，空的。都是空的，看看看，重置一下。他这个五十五分了，五十五分了，那下要开大奖了。对，哦，这包真的大奖哎、欸！哇，这是超级大包，大大奖。我先本来想说。如果今天我真的那个就发烧还是怎样的，我说那没关系啊，我就是啊、抽奖然后早退啊，然后十点的时候再回来啊，先签早退，然后十点再回来，对啊。你那个大学那个老师这东西上课都先去旁边那个去打电动，打网咖，然后点名的时候再回来。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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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哎、欸。不是、欸，哇！你怎么不是、欸？哎，你怎么死了？我在改良，可以帮我记个点吗？可以过来。我帮你过去，我过去，我过去，我过去。你过去啊！恐怖哦！好来了，帮你过去。我帮你过去。帮你过去。感谢。哇，你觉得虫子死太多了吧？啊、这个要处理他们吗？会处理他们？要处理他们吗？我让我舒服的，好，舒服的下去，你还有舒服的下去，嘿嘿，舒服的更快，舒服的不见。介符盒如果用起不是稿子挖掉，它会不见吗？你用空拳也可以挖得掉啊，只是快或慢呢、啊，它不会坏掉就对了。对啊，哎、欸，挖掉爆掉，繁星，你骗我！哎呦，上钩喽！对啊，你要钓到的。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以为都要用稿子玩。对啊，对啊，我一直以为一定要用稿子，不然它就会不见。没事，这很多人都不知道。对啊，因为大家就直接会用稿子挖它。嗯，因为速度比较快啊。对啊，我下一次应该可以吧？都这样子。应该啦。哎、你看啊。啊我听人家说，好像是好像听说、嗯、听说的啦。啊，你是这个版本哦，这版本就不行了啊，那是有包、哦，好像是下一版本才改的啊。啊，下一版本我看人家那时候可以啊。对啊，人家都可以啊。都有人拿来补那个垫脚石了。打剑符合当垫脚石吗？你好意思笑？你也有放哦。在中介的时候，很多人都放过吧？阿基一次嘛，啊，那个谁，欸、是啊，对啊，是那个杰克在中介放的吧？还是哪里？没有，我是在岩浆的旁边放一个。对、啊。欸，那时候谁啊？哈基是在那个地狱的道路上。哈基在。对对对对。那个纯属意外、啊。嗯。蠢吗？意外呀、啊。这是意外呀、啊！真的是意外呀、啊！嗯，这个鱼要打吗？嗯，你要打你打。耶！
你总是拿钓竿打，拿钓竿直接把他敲死。对啊，你总是拿钓竿打。我懒得切武器，伤害够了就直接打就好了。钓竿钓起来，然后现在我现在打页面，打页面也都是空拳直接打。Touch，Touch，捕鱼肉啊！不用，你可以用吸引键啊，捕鱼键。没有，我好像没有什么特殊键哦。我们都没有去打 boss。别问杰克啊。你要吗？我这边有一把斯巴拉西剑，杰斯克西。斯巴拉西剑。今天是刚出货的哦。对啊。哎呀。很新的哦。九成新哦。新鲜的。被我打了一。很才。被我打了一点的耐久啦。啊。不要一点。哇，那有洁癖的不能拿哎、欸。啊、你知道那个、啊、点赞呐、啊，然后加分享，在这个公开社团上，公开社团就可以咯。哇，你好臭哦！你好像你好臭，甘愿呢？你好臭，十点咯，十点咯，开奖咯，粉团准备开大奖了，都给你，点他、yeah. 点他开奖。可以试探看，点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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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喊点他，然后没人上啊，没有人要去点他，吸吗？没有，我不想按下命令按键。你要看到一坨的东西吸才比较有感觉。对，要一坨。这边啊，这边雨啊，这边的雨之类的。对啊，你是不是被骗了？那是吸引没错吧？是吸引啊。好臭哦！好臭哦！熊猫团团，好臭哦！原来你前面的水都是危险在做铺垫。哇，你这个是预告哎，5/25哎！哇！今天全员，等一下哦，我要慢慢分。是哎、欸，我们几个人啊？我们加我是八个吗？啊、八个。好，等一下哦，就懂妈的呢。这是一人一组的意思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人一组砖吗？谢谢。哇，一人一组砖也不错啦。等一下，谢谢团团，谢谢师傅。师傅已经成为一组砖啦，一组砖啦，是因为这太多了，你知道吗？一组砖啦，一组砖啦。哇，刚好是三次乐透的钱呢、欸。发年终了，三次乐透的钱。年终发年终是这样吗？感谢团豆，谢团豆，谢团豆。我下礼拜要花爆了，花爆吗？你是说那个花爆吗？花爆。把它收起来。这个中奖表多久会刷新一次啊？啊，我还没刷新，我上去刷新一下。那个我要自己去改。没有，我好奇的是，就是像哈记，就我们从。生存变更变高效的时候，哦啊，不就是那个一年度的时候吗？有人想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榜单吗？快换季，你记得那个地狱倒霉鬼啊？不哭不哭，阿季没声音。哎哎，要换季啊？嗯。再看看吧究竟我是睡一辈子呢还是睡这一季呢原来可以中的秘诀是因为我今天维持吗什么叫维持你说要迟到一下吧哦维持哦完了完了下一次是不是下一次过得要迟到了你就看下一次大家多久会到齐吧大家都在迟到先预告下周半小时对团团包含你是八个人所以上面会留一组哦对啊留一组你要自己收回去哦还是你要留到下一期你不收就累积到下一期你就累积到下一期好了我还没去拿我还没去拿阿季还没拿吗对我还没拿还没拿那他自己在哪边？我面交给你。我还在，我假装这会剩一点点，让我把它弄好。哇，好难得是哇哇，团校长，
敲铃，下课。下课。抢位。抢位喽。来，大家有什么对校长的想法、啊？来吧，说说说。嗯，然后大家不敢讲，因为校长在听。很少见到，没有校长在旁听吗？不这样，校长在旁听。这种，我之前就学真的碰过类似的场面，我觉得哦好笑。我上一次就是家长会啊，然后他就坐在最后面，超好笑。对家长会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啊。哎，那个，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对于老师有什么意见吗？老师在旁边。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对他竟然没拿嘛，来这边。我怎么敢有意见呢？对不对？哈？什么东西？您请，您请，您请。那个意见我一定都好好听的。哦，有付钱。各位有什么意见？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意见？有内鬼，有内鬼，停止交易。校长乱丢垃圾。刚看到贿赂现场啊！看到了，校长。没有，我们常常乱自由身啊。哎哎哎哎哎！没有。好了，那就下课啦。好、yeah, yeah, yeah, yeah. 忘记我刚刚想了一下了，可能到明年年初啦啊，年初。那一样年底会有一个颁奖颁奖典礼吗？对，没错。哦、oh. ，好，好，休息，休息。啊，你们要看我玩宝可梦，还是要看我休息？不看我休息啊，让我休息还是玩宝可梦？哎，我真的没什么感觉。他们说是要等晚上，还是八个小时之后啊？可是我打完，因为可能是最近真的太累，所以我那时候打完疫苗就是有点打完疫苗，然后玩猴子射气球射到十二点po文嘛，哎，十一点多po文，然后十二点去睡觉，睡到四点多这样子。看我休息，那我来讲一下我现在宝可梦的状况啊，稍微讲一下就好了。你要玩？我本来想说，我打完疫苗可以开心的啊挖矿，挖矿或是孵蛋啊，结果怎么不小心就睡着了？目前是好画面嘞。对啊，目前是到我私下又敷了一下下啦啊，我在等疾，其实我在等疾风案的一只，就是疾风在吗？所以你有抓到一个就是速度很差很差的吗？因为想说等他弄，我就没有去特别深，我就只有浇花而已。那天不是说120吗？然后再加上这边，这个就是私下那时候敷的。没太大感觉，那很好。我就想说等睡醒吧，看会有发烧还是什么。没有的话，我是老人，在哪就是老人。对啊，我想说铲铲看你打完疫苗不舒服成那样子，其实那时候想啊，你是隔天才有症状，我打第二剂是这样，怎样？去休息吧，就关台后小孵一下蛋吧，小孵蛋，好。应该没有什么了啊！来来来，既然都开了，咱们再孵这五颗，不然休息。明天如果没事的话，我会开台啦；有事的话也会开啦。啊，只是可能就是讲话呛呛的之类的。再说呢，我朋友 A、D、第二季都说无感，但我很有感。表示你是年轻人呐、啊，你看你是年轻的妹啊你。年轻的妹子，我今天看你那个你的兔子睡衣哦，可爱，各种可爱。你打完手超痛，现在只有打的地方有一点点小酸而已。而且要讲一件很白痴的事情，因为我很早去预约，我前面排两个阿嬷，
反正阿嬤就是健保卡再加200块上去。我想说啊，他们也是打疫那个打疫苗吗？然后就跟着放200块上去。就轮到我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啊，你是打疫苗？我说对啊。哦，那我帮你改一下。那我就说，那所以等一下那200块我要去柜台拿嘛。他说应该可以不用拿。他就这样讲啦。我想說啊，好吧，200块就给护士了，这样子，所以。我想要，我记得我打第一季没有付200块啊，怎么第二季好像拿了200块走？我有黑色的，黑色衣服，长度短，白色长啊，滚蛋啦！对啊，就私下啦，等疾风案回来，我再跟他借那个道具，然后去弄一只速度不怎么样的，然后开始养。这样我的应该品质就比较好了。我打完第二季的感想是，哇，比抽血后不痛哎、欸！我第二季抽下去，我针完全没有感觉。第一季那个针抽下去，我是还有那种打针的感觉，然后打完不会酸。然后第二季他，我想说，你真的有抽下去吗？他就跟我讲说好了，所以那200块呢？就给他没关系啦。我想说都已经那，而且那打两季都下大雨，烦死了！我就是下雨天会死掉的人。你要先说你来打疫苗啦，啊，我就刚睡醒哦。对啊。哎，铲铲，你要看我一件。灰色的也不是睡衣耶，它是就是人家过冬用的那种披肩啊。我好像有 po 过在粉专吧，还是 FB 过。对啊，第二针抽下去完全没有感觉。对啊，然后抽下去，你真的有抽吗？我看了一下，它是针才刚拔出来。我说哈哈。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什么，它的那个透气胶带。撕不起来，还帮他撕。话说你们看病好贵哦、喔，看病200块、欸，200块是健保、欸，如果没健保的话更贵、欸，看一次都要500-600块。其实台湾健保是不错的啊。为什么要打第三剂？不是两剂就好了吗？啊、你的指尖陀螺敷到了吗？我这边在问第三季混搭、欸，所以要打三季哦、喔，我以为两季就好了、欸。你让那个医生在结算日的时候多两派呢，妨碍结算。那我还是去讲一下好了。要往第六天迈进。啊，抱歉，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会刚好蹦给我。哎、欸，不是，你要想哦，我昨天丢了几箱，四箱，今天也有一箱，完全没色尾，完完全全 nothing 没有色尾啊。第三季美国版，哎、欸，我觉得还好哎、欸，还是我们开到十二点，可是开到十二点，我可能啊，算了，没差。我想说，如果要剪片的话。冬天要断掉一下再好啦敷完这个休息，那我私下继续敷，然后明天开台是剪完片再开，所以不确定几点，可能睡到10点-12点，然后起来才开始剪。没事啦，我已经感觉闪敷无感了。哎、欸、干，对啊，你看这期望值已经超过了哎、欸。我们这边也才收100-150啊，我好像去年开始，我们这边收费开始调为200块。啊，我知道为什么每次眼睛都会这样子啦，我只要头稍微低就会变这样子。
一脸不爽眼，然后我只要抬头，眼睛就变大了。你们都在亮场，我还在挖矿，没事啦，挖矿也好啊，很多光碟要大颗的玉耶。你小朋友，你朋友五颗，苏珊，那他要给我吗？你五箱都没出，你要不要看我几箱？你要不要看阿亮几箱？我们是，他是一整箱 V， 还是一箱半的？六 V 一箱半哦。啊，我是一大堆六 V 的，都还没出哎。不是因为我想一下，我现在这些。怎么说？我如果现在升到蓝色维的话，我应该也不会用了啦，因为他现在的体质其实还没有调好。你估计大概是41箱吧？啊，好难过。要怎么连锁后院的宝可梦啊？后院宝可梦的话，它是5%出现。时间是什么？然后就会。那只宝可梦是5%，所以你如果连锁的话没有中，就是断掉连锁重新来。德玛契尔，我还是建议你不要用 bug， 类似用 bug 的东西玩哦。建议啦，如果你想要的话，如果没时间的话，你要用 bug 的话，我是不会阻止啦，我只是会怕说你都已经花这么多钱了。然后你要让游戏时间变那么短，等于你看哦，你用 bug 的话，你30小时通关嘛，那就讲了嘛，你等于就是你玩完之后，你就是30小时，你每小时花50块，还是你要玩更久，对不对？玩更久，你就是每个小时只花了，你看不到10块钱啊，你看看我，你一直断没事啊。谁没有断过啊？你要不要看一下其他人？你看一下我玩了，我那时候通关是多少？40小时。那我花了130小时都在孤单。啊，这次又是一样的结局啊！啊，看一下能力，啊，刚刚看过了。啊，没有掉。好了。就是到这样啦，感谢各位，那我们明天见咯，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晚安。还是谁那边有虫系要攻的哦？虫系 M 的也可以啊，就是虫系攻的，然后就是速度那一栏要不怎么样，嘿。我现在只能用普普通通，因为升不到不怎么样。再生好了，各位晚安，拜拜拜拜，大家晚安。可以去啊，等一下我去看看有谁开台啊，我把你们带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呢赶快能帮尽量帮，每次最近都差点忘记，看一下哦。嘿，那个摩卡在玩啊，怎么又在唱歌啦？来，这边是摩卡的台，嘿，回去打招呼，嘿，去让他开心一下再走也可以。好啦，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拜。